卡片。我那包卡片。请问刘吉浩先生，今天下水前会不会紧张？有，本来不会紧张，后来看到我还蛮长的，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真的还蛮长的，不过我觉得没关系，下次换你。OK 啦 ，OK 啦 ，OK 好，等一下下水之后再看你跳下去的那一刹那。赞哦！加油！加油！加油！我来看看下面的这些人。人真疯狂哎哈，大家都这样的。我想这些人都还蛮……我觉得他们年轻人是很直接就这样。加油！加油！啊，不是亲亲。
那我们的交通班可就直接直达我们的德化社码头，德化社码头。好，那我们今天游泳的这个水道就在我们左手边在我们左手边已经有人下水，差不多游了差不多游了一段了游了一段啊。有人到了嘛残障的先下水，已经有人到了，是残障，对对对，残障那我们如果你们要到两侧可以你们要到两侧，船的两侧都可以船的两侧。那应该知道有3300公尺的游程从这边到对面有3300公尺的游程体力比较好的到超七十分钟就到了，60-70分钟就到了。那如果比较懒惰的呢，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只要浮标趴着后面用推的。这个真的好厉害一边摇一边。
猛。OK 哦，老师的车我不打算让他出来哦。照片没有明天再来哦。他们都回来了。你们回来那么久了。对。